刚才我们说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祝福，那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又带来了怎样的问候呢？正所谓赤子一心，五洲同春。Wish all of the viewers out there at CCTV a very, very happy new year and prosperous year ahead for you and your family. 威廉玛丽学院是美国历史悠久的名校，有300年的历史。现在我们都穿传统的中文衣服，祝你们新年快乐！2013，喜到福到好运到。春节快乐！威廉玛丽学院的学生们希望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，多了解中国文化，这样能给未来加分。新年快乐！大家好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中国艺术展览、民族服饰表演，构成了蛇年华盛顿地区欢乐春节活动的主要内容。美国当地学生推出的中国丝绸时装秀和武术表演，装点出浓浓的中国春节气氛。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，祝全国人民幸福安康。